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翔。虎扑11月24日讯，今日尼克斯新秀奥比托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对于新赛季球队的展望。纽约已经沉沦了有些年头了，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球员们再加上我可以去赢下许多比赛，我们一定会让尼克斯重新回到竞争地图上。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尼克斯在第八顺位选中托平。托平身高 2.06 米，司职大前锋，来自戴顿大学。2019-20 赛季 NCAA， 他场均出场 31.6 分钟，得到20分7.5 篮板 2.2 助攻。编辑 Venus 30。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